这班上到底上哪块地嘞？爷爷指针上给这里，我得抓你。你喊媳妇吓我一跳，啥事啊？你给我点钱，要钱，要钱哪？我想吃猪头肉了，给我钱，我没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还吃猪头肉？你看你吃的，啊？喊！你别喊嘞，我不喊。你不喊，你笨了个猪王，还吃猪头肉？你才跟猪王嘞！我不管，我都吃猪头肉。还吃猪头肉？你说你笨了个猪王了？我笨吗？我哪个笨？我才不笨嘞！好好好，你不笨，我出两个问题考考你。滚！我要答对了，你得给我买猪头肉吃。买猪头肉吃。听好了啊，第一题，什么东西不大，但可以盛下比它大很多的东西？是碗？不对，碗哪个碗就知道吃？是电视机？可以啊，我再给你出第二题。管啊，咋样？我这脑子好使了吗？是好使。听好了啊，什么东西明明是自己的，别人却一直在用？啥？明明？明明是谁？哎呦我的妈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想。是名字。就你这，还真叫你蒙对了嘞。那我答对了，我没猪肉吃去。走。哎，抓狗。